快点过去啊你啊，赶紧赶紧，您就说这车一直是我开的就行了。记者，不是吧，我现在可是人家金城家辉第一任女助理。你说你本身你就是一个有钱可以小狗仔，让你当助理，欢迎加入我们团队，想要把我的车洗一下。你说咱们现在一直这么折腾的，他扛得住吗？他看起来还是蛮有生命力的。哎呦！你他妈告我呢！我在这刷了一个月的马桶，我都快刷成那领班了。齐星这个变态，他平时每部戏都潜规则一下，金城老师，那得为他潜规则百年。我看你脑子还没好。老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给我布置点任务吧，我真的快要闲疯了。哎呀，赶紧出去溜达溜达。你没告诉他二楼能上来吧？我不可能告诉他。哦，看来俩星老师这个变态是家族遗传呀。飞机 ，go！ 助力高烧不退，多半是废话。俩星老师，咱这故事能不能改天再讲？卡。